Guinea? Yes. Yes. USSR? Yeah. Tanzania? Yes. United States? No. Cameroon? Yes. Yes. Canada? Oui. Yes. No. Yes. Venezuela? As follows: in favor 76, opposed 35, abstention 17. The draft resolution adopted. This one, 多少也有一点出乎中国的意料。 中国也没想到有这么快，所以为什么毛主席当年说了一句话，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，很多这个非洲国家的这个代表就在联合国大会的现场欢呼啊，甚至非有的非洲国家这个代表就在现场跳舞，他们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，不仅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，而且是他们觉得他们的声音在联合国能够得到了这个认同，这个他们非常高兴。 我们主张任何国家的事，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；全世界的事，要由世界各国来管；联合国的事，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。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，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。中国现在不做，将来也永远不做，侵略、颠覆、控制、干涉。 Poland, yes, Portugal. Yes. Yes. 很安静，再加上说我们是第一次，那做的满满的。我们对世界上等于是宣传我们的对外政策，反对超级大国啊，什么事。 就是话都是很强硬的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什么的，所以下面还是第三世界国家、非洲国家什么那些人席位多嘛，鼓掌很厉害，好几次都有热烈鼓掌打断的。后来就是完了之后就跟我们说：“哎呀，在联合国这个大厅里面，第一次听到这么令人就是神清气爽的那种讲话，都觉得特别好。”我这就是个有一种自豪感。 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我们，我们是为正义在战斗，我们的外交是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。